国瑜传出重感冒，中医师吴明珠得知，大方教几个秘方，让夫人李嘉芬在家就能帮韩国瑜缓解。我们的风府风进去的地方，孔比较大，还有两个像池塘一样的比较小的地方叫风池，都在这个附近。然后还有下面有个大的椎体叫大椎，热敷啦、按摩啦，然后做一些像中医也会在这个地方给他配合针灸。那甚至有的时候呢，你会感觉整个头痛欲裂的时候，你适当给他什么刮痧一下。吴明珠还公开独家的驱风解热茶配方，只要准备甘草、连翘、薄荷、桔梗、金银花和荆芥等药材，泡热水来喝，也有缓解感冒的效果。中医师更邀请韩国瑜来诊所，要好好的帮他补一补，好好的调理调理，包括呢从这个身体的从经络上面的，甚至于呢用一点药饮啊、茶饮啊，或者是我们的营养都要再做一个整个的调整。蒜头在锅里爆香，炒出来的菜不止好吃，还能缩短感冒的时间。我们也知道大蒜本身可以，因为大蒜素的关系，它可以抑制病毒。那感冒大部分是病毒引起的，研究里面也证实说大蒜可以降低感冒的时间。毒物科医师表示，紫锥花不但能抗病毒，还能提升免疫力，同时可以泡40度的热水澡，或是用茶水优点漱喉，对喉咙杀菌也有功效。多喝运动饮料和补充维他命 C， 能帮助恢复体力。感冒不一定要吃药，也能恢复满满的活力。记者潘立友、王一仲台北报道。